用周族的一个，比如说木头，这个竹子、石头，甚至是铁的元素呢，结合的一个建筑物，重新把过去的部落找回来。我的老家在对面山，它长相就是长这样。我常常回去要揣摩那个感觉。所以阿酱的家呢，就是一个周族部落的缩小版啊，所以把过去我们周族部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能够呈现出来。我自己也非常喜欢，我们一家人也喜欢在这样的环境生活，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环境生活没有污染，而且非常的轻松。我们从无到有到现在呢，26年的时间了，还没完成，还在陆续。这个打造。